不论什么身形都可以穿的版型，它其实是做蛮大件的，而且它是做有松紧的。但我发现它其实是150到170的女生都可以穿，因为它的裆非常之低，就它整件其实是大件的版型。只是因为我其实它有做这种腰绑的调节，所以你可以拉到你自己的长度跟你自己的身形。它是做这种有点小复古的这种小方领，可是它一样帮大家做这种微 V 的设计，所以看起来呢，这边露出来的肌肤就会非常多，就会有一种这种小就是修饰你的身形的感觉。手袖的部分呢，也是帮大家做这种微立体的这种荷叶手袖的设计。看起来是不是整个超级的修饰手臂的呀？它后面是松紧，这件料子很舒服，它很滑，滑面布料的材质，所以真的很滑。我身上这色好好看哦，黑色很显瘦，黑色很瘦。可我觉得杏色穿起来应该很气质，杏色应该蛮气质。